宋雀，你这是。咱还是觉得犯不着呀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咱倒是也明白，但既然有咱带路，何必非得翻这些旧账呢？对吧？那能请你介绍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见的几位树都有哪些难以预想的能力吗？比如有没有哪位养了一只猫，必要的时候也能变身的那种？哼，还好多尼格尔这会儿不在，不然看到你的耳朵，他反驳你的时候会更有力吧。这个吗？哎呀，教别人的底儿这种事可有点不讲道义啊。可在此之前你似乎也没少教别人的底吧？除了他自己的，看他的样子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他吧。可是从一些复现的数据中，我们不是已经看到松雀？得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可话说回来，师父留下的这东西究竟能看到什么时候，不是也由不得咱们吗？进去倒是没关系，但咱得约法三章，万一真遇上不能看的，只要咱出声，几位都得先把眼睛闭上，那岂不是要错过最精彩的？不，当然都听你的。好了好了，趁着陈学姐现在还能帮我们看管多尼戈尔，我们这就进去。陈学姐之前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什么爱情是潜入，别人还是自己来着？如果是那样，我反倒要拒绝了。啊，得得，还是跑不脱呀。把手给我吧，但愿世间还算得上好日子的时候吧。欢迎您来到记忆与时光之匣，接下来请放松身心。如果要退出您的记忆，只要随时在心中默念退出。琥珀街，我们难道又……看来我们发现了另一个传送装置，真棒。可是这好像不对吧，看上去它已经在数据研究所被应用了很长时间，如果拥有这种空间上的特殊性，那它会成为我们都无法轻易接触的危险品了吧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咱当初要是有这玩意儿帮手，不过松雀，虽然已经听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你的师父也是一位树吧，听上去似乎做过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啊。这可说不好了，对他老人家出身的那个世家大族来说，恐怕他是个叛徒，对咱认识的某个大姐来说，恐怕他是场大灾。但真要说起大家伙的看法，倒是单纯的很，普普通通的神仙而已。这可一点都不普通吧。总之和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不同，这恐怕是过去的湖泊街，对吧？嗯，不过在漫无目的进入其中的情况下，恐怕弄清我们究竟处于哪个时代也要用上不少时间吧。嘿嘿，但是有我呀。啊，咱们毕竟是跟着松雀进来的嘛，不管是什么时代，不总归都是他在场的时候，就算咱没在场也一样。可不是咱吓唬你，虽说也不是生在琥珀街，但要论起待在这儿的时日，恐怕可没人比得上咱。这是哪年哪月，也就是随便一打眼的事儿。嗯，知道您辈分高，那谁来带路？奇怪，时间看着也不是太晚啊，琥珀街也有过这么没人气的时候吗？看来你对我们之前去过的琥珀街有什么误解。恐怕我们不是来得太晚，而是太早了吧。瞧，这不就有一家正要开门。唉，没想到还是会走到倒闭关门这一步。没办法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走吧店长，世道不太平成这样，人没事就算不错了。看来做生意也不怎么容易。不过世道不太平又是怎么回事？也许是指影子造成的那些灾厄吧。怪了，不应该啊。
琥珀街是有不景气的时候，但那会儿咱应该还没住进来呀。总不会，不会真那么巧吧？宋区，那，先去那边走走吧，咱得找家熟悉的店瞧瞧。大家要跟上啊！跑起来了！啊，这不还是老样子吗？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这是茶楼，詹记茶楼，这也是琥珀街的老字号了。哎，寻梦者会不会也听说过？等回去之后，可以请你们喝上一壶。要是没能在欧夏也传下去，倒还怪可惜的。现在的情况也够我们喝一壶了。哦，叔，可有日子没见了。今天还是老样子吗？怎么和外面传的完全是两回事啊？琥珀街看上去也没到那地步吧？叔，你这是出去了一趟刚回来，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？是不是影子又吃人了？影子让人做了一场怪梦后就失踪了这种？哎呀，这种能上报纸的东西还能算是小道消息？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啊，年年都有人淹死，但咱也不能为了这秋爷索性不活了吧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安和城这么大，影子找上来的怎么偏偏总是这条街呢？为什么总是这条街？听上去像是那会儿。不对不对，寻梦者，我们该怎么出去？这里绝对待不得呀。宋雀，这是你的身体，这，咱们怕是要栽了。既然是那时候的琥珀街，他怎么可能不栽？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不需要任何人陪同。那场交涉，哼，难不成你们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？瑟小姐，我们是奉长老们的命令再次迎接你，毕竟要在这里滞留很长时间，总得有人伺候您的衣食住。嘘，什么瑟小姐？你觉得我叫色吗？穿的倒是衣冠楚楚，但可远远不如他合我心意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新任的管家詹姆。那我呢？把对我的称呼再重复一次。瑟利姆，家主大人。虽然不知道是谁跟你的胆子，但你这不还是知道吗？知道是谁让你穿上的这身衣服。好了，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现在有一位先生比你更应该知道什么是规矩呢。至于你，连同你在内，每一个属于努特里斯科家的佣人，全都被我解雇了。我不需要一点规矩都不懂的仆从。又或者，
现在吗？滚吧，我才刚刚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点兴致。如果你非要想方设法贬损我的那份乐趣，你应该明白，世上有的是比消失更痛苦的事。是，我明白了。那，瑟利姆大人，祝您一路顺利。哼，真够煞风景的。隐灾肆虐的区域，心怀异心的下仆，失踪多时的贵族子弟，还真是以家族的名义让我来了一个好地方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想搞什么鬼。这位女士，请先留步。啊，请问不必紧张，我也是初来乍到，所以想找位看上去就知书明理的人打听下附近的情况。哪有，您是来找人吗？还是是来找一位姓白的先生，他看起来理应很显眼，但到了这里之后似乎就不知所踪了，所以我也有些担心自己的安危。隐灾姑且不论，这条街上有出现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吗？这隐灾您还觉得不够吗？说实在的，真要到了夜里，我也不敢这样随便走动的。虽说运气一直很好，从来没遇上过，但听人家说，最近琥珀街的隐灾已经越来越严重了。但也没到影响你们日常生活的程度吗？这可说不好，但现在的安和城不是到处都这个样子吗？否则我也不会一直留在这里啊。哼，和外界的传闻完全是两回事啊。禁绝生命的不祥兄弟怎么可能是眼前这副样子？多谢。顺便一提，你跟其他人的品味倒是不一样，比这条街上大多数麻袋要好多了，至少不会让我想非得送你一件衣服不可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走开，小鬼。抱歉，我没太听清楚。你怎么听不懂人话？我可没空陪你小鬼扯东扯西，回家找你爸爸讲那些关于影子的故事吧。人话嘛，我倒是听得懂，不过好像有个家伙并没有把自己当人看呢。我就知道表面贵族的那套行不通，那就……嘿，你这在叫狗吗？死小鬼，我非得……这下像样多了。好了，现在回答我，这附近发生过什么怪事吗？是，瑟利姆大人，这周围也没发生过什么，竟是些小事而已。拿我身后的乌家药铺来说，本来这也是家老药店了，口碑还算不错，可前段时间街上突然流行起一种不知道源头的疫病后，好多人都来了这里抓药，结果老板给人开错了药方，一下吃坏了好多人，渐渐就开不下去了。疫病想必也是影灾引起的吧？的确有这样的传说，但终究也就是传闻，没准就是老板自己搞错了。但既然瑟利姆大人这样说，那瑟利姆大人一定不会错。哼，其他店家也差不多，快餐店口味越做越差，当铺吞了客人的东西，钟表行老板摔伤了腰，都算不上新鲜事。不过事情多了，确实也叫人费解，怎么偏偏都是琥珀街呢？竟是些废话，如果的确这么平常，我又有什么必要亲自来一趟？去吧，
朝着日出的方向跑，一直跑得鞋子被磨破为止都不准停下。更进一步的调教，恐怕你也承受不起。很遗憾，粗鄙成你这种样子，可还没有给我当下仆的资质呢。哼，好像被人跟上了，看见了刚才的事还没有落荒而逃，胆子不小呢。还是说，果然，如果一开始就怀有一心，就很难识趣的知难而退，是吧？这，家主大人，还跟着我干什么？哦，服侍是假，监视才是真，对吧？嗯，怎么会呢？家主大人，我们绝没有那个意思，是因为这次和白家交涉事关重大，家族的几位长老要我们务必随您左右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比起你口中的家主，还是那几位老家伙的话更有分量了。这也没办法，谁让我是个不爱理事整日享乐的家主呢？外面的风言风语你们想必也听到过，高塔、密室、消失的仆人，还有奇怪的刑具，倒的确不像是个你应臣服之人。这您说笑了，我们听到的传闻都是关于琥珀街的，近来这里怪事频发，偏偏是在这种时候，失踪的那位白家人在这里现身，而考虑到您父亲和白家的渊源，想必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，说不定这原本就是针对您的陷阱。一知半解，却偏偏还要大放厥词吗？够了，要我说，你们至少弄错了两件事。第一，虽然那帮老家伙平日里管东管西，但在努特里斯科家能做主的永远还是生来拥有这个姓氏的人。我会亲自来琥珀街，只是因为我对这里有点兴趣。兴趣？可是这里明明……没错，我的父亲击垮了白家，然后匆匆离世，于是我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复仇对象。那个失踪的白家公子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可能毫无作为，再加上异象与怪物的传言，你不觉得这里显得更加刺激了吗？眼看我快要厌倦最近的娱乐，就有人准备了新的好戏。那长老交代的任务，难道只需要袖手旁观也能达成吗？还是说……至于第二嘛，长老们放出去的传言没准是真的呢。我是说关于消失的仆人与刑具。等等，家主大人，晚了，在我面前你当然也可以反悔，但那是在接受惩罚之后的事了。虽说错其实在我，我竟然试图费心向你们解释，说到底你们可是我的下仆啊，看来得把这个事实重新烙印到你们的灵魂里了。对了，顺便一提，应该去臣服的人，这世界上不存在这种概念，因为那根本由不得你。很快你就会明白了。现在，你呀，既然已经被解雇，也该换上一身自己配得上的衣服了。家主大人，您这是？别紧张，他们只不过是回到了下仆应有的状态，而马上你也会和他们一样。
学会该怎么向我屈膝。那我就收下了你的忠心和你的恐惧。啊，没错，我没有多此一举地夺取你的意识，就想让你在俯首受命的时候，偏偏还留着自己不安分的小心思。会咬人的宠物斗起来才更有意思，不是吗？总之，虽说本事差了一点，但勉强还算能用，你就作为粗布好了。好的，瑟利姆大人一定不会错，我能怎样为您效劳？哼，现在还不到时候，况且就凭你的真身可没什么能帮到我的。嗯，看来不仅仅是一只呢。躲猫猫嘛，原始的游戏，但也别有趣味。不过抓只老鼠倒也用不着我亲自干苦力，刚好到你效劳的时候了。
什么也没看见啊，什么也没看见啊。有话好好说，万事好商量，千万别杀咱灭口。和我商量？你倒是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吗？因为你看咱都吓得发抖了，是不是？咱完全打不过你，那不就只能跟你商量了吗？那帮老家伙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一个两个的竟派了这些。千万别啊，咱也是刚来琥珀街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可别把咱也变成那副样子。你要是需要咱听话，说一句就成，咱很会自我管理的。好啊，那把那身碍眼的麻袋先脱掉吧，我见不得这么粗鄙的品味啊。反正天还不怎么冷，兜里也没什么钱，等会儿要让咱自己把衣服叠好吗？你这家伙倒还有点意思呢。好了，先起来吧，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不用脱了。怎么，你倒像是很失望？快回答我的问题。咱叫松雀，职业就是四处讨讨生活，做点小本生意。小偷小摸还是招摇撞骗？哎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咱模样是邋遢了点，可从不干亏心事儿啊。是吗？我倒觉得你矫健得很，可不像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呢。哎，谁叫咱也就只有腿脚麻利这一条长处了，哪有便宜捡咱就往哪儿跑，去晚了不就捡不着了？哦，那你又是捡了谁的便宜才非得鬼鬼祟祟跟在我身后不可？您身上的宝石看着多值钱啊。不，您这气质出众成这样，咱这不是觉得可能有犯折吗？不干亏心事吗？咱来琥珀街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最近这地界传言不断，什么影灾作乱呀，贵族落难啦，都说富贵险中求嘛，咱就寻思着没准会有发大财的机会。落难贵族你都听说过什么啊？我其实倒是没这事儿，咱就是押个韵让您听着舒服些。哎，反正就是越危险的地方越有机会捞一把，所以咱也做足了准备，把风言风语小路暗道都先记了个遍，这才能从您手底下跑路呀。虽说也没跑掉吧，咱真不是故意偷看您教育吓人的，出了这条街咱保证立刻失忆，所以千万别杀咱，也别把咱变成那副样子啊。好了，杀来杀去的，我看起来像那种有不正常嗜好的变态吗？这怎么会呢？您看上去就气度不凡，位高权重啊。我倒不是想纠正你，你猜的也没错，只是杀来杀去，我的品味可没那么糟糕呢。我呀，不喜欢让人那么痛快，更不会在取乐的时候玩得那么简单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别废话了，我倒确实需要个下仆带路。你说自己即便了这里的小路暗道，现在是证明给我看的时候了啊。这怎么不喜欢当仆人？让我想想，难道你更希望给我当宠物吗？只要您肯放咱一马，当然什么都好说。但仆人不还是要把咱变成刚才那样吗？就是突然冒出咻咻的黑团团，把他们啪啪一顿搓，最后一个接一个被勾了魂，那不就是……反正你也理解不了，没必要知道得太清楚。总之他们没死，也没丢掉灵魂，只是成了我的护从而已，对你现在还没什么必要。等我发现你对琥珀街一问三不知的时候，再让你好好品味倒也不迟。又或者如果你是那种被拴起来更有干劲的类型，
我倒是也不在乎现在就……得得得得得，那就不劳烦您了，咱一定听话。乖，也别一口一个您了，先勉为其难，让你称呼瑟利姆大人吧。这个机会来之不易，可别辜负了他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瑟利姆大人想先去哪儿？要不要咱先带瑟利姆大人去吃点东西？话本里不都这么说，出身高贵的人反倒会被市井小吃迷住吗？用不着，我正在找一个名叫白吉的人，他与琥珀街的传闻或许有关或许无关，但这里的景象和我听过的传闻完全不同，我倒是不相信他已经做到了那种事。总之，按照你的小道消息，这附近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？越奇怪越好。嗯，好说好说，司令部大人，行走江湖，咱靠的就是消息灵通呀，跟咱来吧。如今这世道，好事没有几桩，但您要是想找些麻烦，那倒是简单的很呐。这又是什么地方？这个嘛，那位白吉咱倒是没听说过，但要提起怪事和姓白的人，咱能想到的就只有这儿了。怪事？不错，但可不是什么怪物，而是怪病，您就瞧好吧。什么事啊，小姑娘？哎，打扰了，请问这里是陈奶奶家吗？找我吗？我孙女的舞蹈课也不是今天呢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瞧我这记性。你们是白公子派来的人吧？快请进来。他也配啊？对对对，咱没找错地方就成。好好好，你们一来啊，我这头疼的毛病就有治了。真会有这么巧吗？啊，头疼。小雀子，给夫人把把脉。小雀子，嗯，听您的，瑟利姆大人。把脉？白公子的人不是说这隐病无药可治，只能用他们研究出来的符水料理吗？这个嘛，那都是老黄历啦，都说狗日新，日日新嘛。对了，您是怎么找到白公子的？他可是个大忙人呀。我呀，我想想，大概是一个月前开始的吧，一到半夜就头疼，本来我也没当回事儿，可没想到这病越来越厉害，吃什么药都不见好。我把这事儿跟左邻右舍一说，没多久就有人找上门来，说我这可能是得了隐病，说是什么隐灾的一种，非得喝白家的符水才有的治。还真别说，那天喝了之后，晚上还真不那么痛了。驱邪攘灾，不求生命，倒的确是传说中那家伙的作风。那之后啊，我就天天盼着你们再来，定金我都准备好了，这次有多少符水我都买，还得在家里常备点。这怎么突然面露难色了？我这病还有的治吗？夫人，您这病恐怕用不上符水了。啊？意思就是您这病已经快好了。啊？天大的误会，这可不是什么隐灾呀，这病虽然不多见，但也不难治，咱给您留个方子，用不了几天就能见好。你倒是没说谎嘛，还真够老实的。嘿嘿嘿，闯荡江湖多少要懂些嘛，不懂装懂也是懂嘛。虽说确实还算干得不错，看来没被绳子牵着的宠物总归是能干些。哦，
我可没在夸你。您说了算，您说了算。不过瑟利姆大人，刚才那阵儿你怎么不直接哎，该怎么说来着，把那个老奶奶收为护从，你要是当真问起话来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是自己觉得这办法好呢，还是认为我会觉得这办法好呢？打哪个才能活下来呢？算了，看在你刚才做得不错的份上，听好了，你之前见过的那些从来不是我的兴趣，而是手段，值得被称之为人的，我就会把他们当作人，胆敢呲牙咧嘴的，我才会给他们套上项圈。我说过，自己的确不是什么好人，但越是高贵的恶人，越不会饥不择食，懂吗？懂。所以您之前也是没看上咱，觉得咱牙口不好，不是，觉得咱太羸弱了。就用前者来形容吧，我都还挺喜欢的。总之，如果那位白家人的确来过这里，他也会一样，他们根本连面都没见过，我也从不觉得他会来诈骗这种老妇人。您的意思是白公子是冒牌的？是与不是很快就能知道了。别忘了，那位所谓的白公子可是说好了今天要来登门拜访。还真上钩了呢，我也来看看你的牙口好了。是这边。你站着别动。
所以你也不知道白公子究竟是什么人？非常抱歉，瑟利姆大人，对方一直没有露面，我只是偶尔会收到命令，帮他散播影的流言，处理一些质疑影存在的人，有些时候也会破坏他们的经营以示警告。为什么总是琥珀街？看来他们该来问你呢。不过看样子也不可能是那个白家人了，他准备在这里做的事，家族得到的消息可并非如此。还是说，让我来到这里的理由倒还过得去，但那帮老家伙在这里耍的手段还真是个庸常无味呢。瑟利姆大人有什么吩咐？你嘛，虽说比起自己的同僚只算得上末了，但当个知梭倒还可以。去带我把小雀子找回来，既然他们精心准备了这场戏，我总得把它看完呀，最好可别只是现在这种程度啊。去，别让我后悔把你收下。结果追错了人，哎呀，那人也真是的，朝着一个方向跑个不停，跟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。嗯，他确实做了。啊，等等，瑟利姆大人，这位是？啊，过来打个招呼。我是奥罗拉，瑟利姆大人刚收的。啊，这么说琥珀街的意象全都是假的？这可真是，咱还以为能来捞一笔的，到头来是让别人给捞了呀。可是等等，司令母大人，这不对吧？就算之前那几件事都有蹊跷，但要是没个门道，谁会想到拿影灾发财啊？果真还没结束。司令母大人，我在听。咱之前听说过好多次了，琥珀街附近有个人迹罕至的地界，那里好像见着过从影子里窜出来的怪物，乍一听很是玄乎，但传得有鼻子有眼，说那怪物是什么形似鱿鱼，但是又能飞在天上。听起来不过是寻常的影灾，但无所谓，带路吧小雀子。人迹罕至，无论那里有没有什么麻烦，倒是个合我心意的纺织间呢。要出发了吗，瑟利姆大人？您这边请。停下了吗？我们这是松雀，刚刚那究竟？看样子是这里的复线太过完善，把我们也卷进去了吧。这么说，享乐之术它能用来自影子的力量操纵别人的心智，因为完全是作用于心灵的能力，反倒也能影响现实中的我们。也或许和欧夏与狼丘的再次连通有关，现在我们所处的现实也同样处于影子的规则之下。有可能。不过松雀竟然还有这种经历啊，他竟然还把你收成了不会再见面的时候也还是那种关系吧。难怪他之前一直不想让我们过去。这闯荡江湖总要虚与委蛇逢场作戏嘛。都是场面话罢了。逢场作戏，所以你的确知道后来发生过什么？这个嘛，都100多年了，在哪有那么好的记性啊。总之
趁着这机会，咱们还是先赶紧跑路吧，万一再被卷进去。不过硬要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术的能力吧，而且虽说非常逼真，但总还是比现实中安全，多待一会儿或许也不要紧。这可是你们看外头，琥珀街外面的地界可压根不存在啊。的确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完整的过去，而且我们似乎也没有能力将其补全，来让它继续运转下去。对嘛，还是赶快跑路要紧，可不是吓唬你们。虽说咱也不太确信，但瑟利姆大人，瑟利姆的能力恐怕不是迷人心智那么单纯。是和所谓的衣服有关吧，每一次使用能力的时候，他都会给对方穿上一件衣服，虽说形式各不相同，但从结果上来看，他都能就此开始从对方身上取用影子的力量。有意思，还是得继续看下去才行啊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过松雀，之后发生的事你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？只要一丁点就够了。应该就是这附近了吧。这真要遇上这种家伙，瑟利姆大人也能有办法吗？不然咱们还是少多嘴，接着带路。这即使不是怪物，也得是了不得的猛兽啊。有人吗？救命，帮帮我们。你们是？咱是是灯的人，听说这里出了影灾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下得救了。我的朋友被影子里冒出来的怪物袭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了。这家伙表现的还真够拙劣呢。啊，你们是来救我的吗？太感谢了。但是寻梦者没有和你在一起吗？他为了保护我独自留下断后了，现在还在前面。瑟利姆大人，我们要不要继续带路？只是现在这些可就太无聊了。啊，是寻梦者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腿被怪物咬到了。我来帮你处理伤口。啊，那些怪物呢？他们扑倒我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又自己跑掉了。看来是不合口味。哦，真是幸运。所以，这就是全部了？三个人而已。小雀子啊，小看我的究竟是你，还是把你派来这里的人呢？就是就是，区区怪物在瑟利姆大人这里，哎，从影灾诞生的怪物会自行去而复返，能编出这种拙劣的谎言，看来你们的确对那种灾难一无所知。但你们就没有其他戏码了吗？比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更加无趣呢。这，瑟利姆大人，您这是在说什么呢？怎么？真觉得他们演的戏能瞒得了我？直说了吧，松雀，从那位陈奶奶开始，你就已经演不下去了，顺利地带我找到所谓的白公子，中途几次借机想要把我除掉，最后又让我来到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哼，却没有察觉到在这里真正危险的到底是谁呢？瑟利姆大人，你听咱说好了。现在我还不想听你们自己说出来呢，也有可能只是我猜错了而已，但无所谓，亲手掰开你们的嘴听听真相，不是更有趣些吗？糟了，不会吧，
要是我们也中了那招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保守来说，至少会再次失去自由吧。不过，或许也不是无计可施。按照松雀之前的经验来看，主动服从似乎还有可能逃过一劫。你们也可以这样，不，还要比他更胜一步，主动给瑟利姆当宠物吧。啊？没办法。对了，赫利亚，哦，这还算有点意思吗？那你们有被针尖刺痛过吗？嗯？不会吧，他连离厄石像也能控制吗？考虑到那位殉死之术的经历，这根本不值得奇怪。虽然的确有一点不同，他似乎完全是在以自己的意志奴役那些怪物，而不是依靠默契。早知道就不接下这倒霉的营生了。瑟利姆大人，这不是比怪物还要可怕吗？好冷啊！就算真的死掉，也不过……哎，瑟利姆大人。这咱还在外面呢呀、啊、少废话，你让我后悔自己的决定了。到头来顽劣的小鸟还是非得拴起来不可。真是，瑟利姆大人，千错万错都是咱的错，千万别把咱也变成那副样子，咱还有好多东西没吃过，好多地方没去过呢。实在不行，求你让咱最后再吃顿点心吧。嘘，我说了，
少废话，针可不仅仅能用来缝衣服，你想试试别的用途？再吃块烧饼行不？宁风，没想到那么早就被看出来了。司令穆大人不会一直在看戏吧？咱确实是受到长老们的雇佣来接近司令穆大人的，除掉契约里也的确是这样说的。但是司令穆大人不也发现了吗？咱是个骗子呀！咱原本是想着一鱼多吃的，收下长老的酬金，假装要害瑟利姆大人，然后再布置些假象，把瑟利姆大人从这条街吓跑，这样长老也不能怪咱没出力，只能说自己运气不好了。况且到那个时候咱也早就带着钱跑路了，至于郊外的怪物和那几个演戏的，也只是想吓唬吓唬瑟利姆大人来着，咱身上带着从灯那边骗借来的家伙呢，出不了什么岔子。那关于白家的传闻呢？这咱可真不清楚，但琥珀街上确实有个假冒白家名号装神弄鬼卖药吓人的家伙。瑟利姆大人，咱什么都说了，别再缝下去了吧，咱还是挺听话的呀，何必非得从小到大愿意听话的人我见多了，容忍他们拥有自由太麻烦了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自由是山巅稀薄的空气，弱者消受不起。现在的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拿着我赏赐的自由，最终用来伤害自己。瑟利姆大人，您怎么会这么想？少问你不该问的。好了，站起来给我看看。这就好了吗？这就要咱怎么还是咱？怎么真想变成别的小动物继续带我去找那个白家人？事情还没完呢。司令穆大人，您真是大人有大量。够了，我这可不是原谅你。我说过吧，会咬人的宠物斗起来才更有意思，这条街上的人实在太少了，总要找些乐子。你最好还有什么害我的手段还没使出来，能给我解解闷，否则见过失宠的小狗会是什么下场吗？这瞧你说的。哦对了，总归还是得分分尊卑，你嘛从今之后就是人台了，必要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。得嘞，都听您的，咱这就带路。这是像什么样子？从今天起，你应该是努特里斯科的主人，诸般事务将暂由我们代管，但你绝不能给外人看这副样子，回房间去。哼，多嘴多舌。该从哪里找起呢？要不司令穆大人跟咱去之前接头的地方碰碰运气。就是这边了，司令穆大人。一般是把信封放在指定的位置，然后等对方来取。啊，瞧，就是那栋房子的房顶上。房顶？嗯，交给咱吧，只要像爬树一样。我不允许。敢弄脏我的衣服，那你以后就再也没衣服穿了。难道你以为自己在登高这方面还能比得上会飞的家伙？
不是打草惊蛇了呀？司令母大人，那咱们要不打道回府？唉，虽说没以前自在了，总还算找了个范辙。嗯，咱以后给你端茶倒水，还是捏肩捶腿？哼，你倒是想得长远，等找到那个姓白的再说吧。你还真要和个假药贩子死磕吗？这不是失了您的身份吗？失了身份？我看是你急着回笼子吧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要找的白家人，他虽然未必会做出这么不爱惜羽毛的事，但那位所谓的白公子可未必不是他的手笔。虚艳倒和传闻里没什么冲突呢。成，司令母大人一定不会错。咱实在听不懂呀，但琢磨着肯定没错。我就明说了吧，关于你知道的隐灾，那个白家人要在这里做些称得上一劳永逸的事，一个冒充者几处隐灾都不足以让我来到这里。你以为还能让我愿意一直留下来吗？啊，咱还是没听懂。还是那句话，咱可从何找起啊？找？哼，用不着。粗布、织梭、衣架、人台，我呀不还缺些鞋架吗？不会吧，司令母大人，您是要……没错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把这条街上的所有人全都变成我的下仆不就好
很好，只剩一个了，是吗？我看看，在这个赝品下面，真正的白公子到底在玩些什么花样？
这弄鬼了。小雀子，太迟钝的宠物可不讨人喜欢。琥珀街危机四伏，外面的传闻没错，琥珀街安定祥和，只是有些小贼作祟。我们看见的景象也没错，但谁说过这两件事其实互相冲突呢？除了你我，除了我的宠物们，琥珀街从一开始就空无一人。正在给我演戏的不仅仅是你。难不成我们看见的都是没错，一种隐灾笼罩了整个琥珀街的隐灾。哼，运气不错呢，小雀子。现在才刚刚到开幕的时候。瑟利姆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了，这才是我瑟利姆应该来到的琥珀街。你以为我真想把他们收为下仆？哼，我啊，就算是一只宠物也会精挑细选。他们，哼，这用影子造就的假象，当然要将影子去除后才能显出真容呢。嗯，站到我身后去，宠物和下仆只需要喝彩就够了。接下来是主人入场的时间。啊，我们这是出来了，这也太不是时候了吧。所以我们最后看见的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会有两个琥珀街？这次咱可真就不清楚了，倒不是想不起来，是压根没记住过。怕是那时遭了什么罪呀、啊？也说不准，后来咱还是被瑟利姆弄昏过去了。不过，如果那时你们看到的每一个居民都是影子，他又是怎样控制对方的？会像是克拉丽之前猜测的那样吗？和对方建立某种连结，然后用类似危急的方式从别人身上取用离恶石像的力量。可是这也解释不了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听瑟利姆的话吧。那些衣服应该也代表了标记以外的事情。按照他腐朽的趣味，他似乎在给别人用衣服划分阶级。虽说不确定这是不是也与影子的规则有关，但从结果上来看，他的确做到了说对方是什么那么他就是什么。当然这也只是猜测，通过洞悉他人的恐惧，他能够使人臣服并且加以支配，这才是本质。那岂不是咱一开始就说过别翻老黄历嘛。看来也只能过段时间再来试试啦。嗯，不过倒也并非一无所获，至于现在也该回浪秋了。对了，松雀，之前他给你亲手织衣服的时候。七日大恶，上于其半，为王气度，仅为虚言。28256，28257，28293011。